嗯，爱情是什么事情让唐英和邱泽笑得那么开心呢？原来两人在电视剧《夏家三千金》上海宣传活动的间隙，正一起用 iPad 上土豆网看视频呢。啊？怎么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《夏家三千金》啊，土豆网可以看视频嘞。没错，今后如果有iPad 或者是 iPhone， 土豆网可以直接看夏家三千金的视频、嗯、回家就去下敬请收看夏家三千金。 iPad 土豆网应用目前稳坐 iPad 免费应用畅销榜首位，而土豆网也是苹果第一个千万级视频内容的 iPad 视频应用，同步土豆网海量视频内容，支持用户评论、打分、挖埋、分享、下载以及离线观看等所有功能。关注唐嫣和邱泽，关注电视剧夏家三千金，就一起加入吧。